情爆發以嚟，武漢病毒研究所首次俾外國傳媒入內採訪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早前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採訪同埋拍攝近五個鐘頭，期間參觀最高防護級別嘅病毒實驗室。所長黃延日受訪嘅時候話：研究所同病毒起源無關，認為研究所被針對，不幸成為疫情嘅源頭嘅代罪羔羊。又認為調查新型冠狀病毒點樣傳染人類嘅時候，唔應該牽涉政治。又話研究所會全力支援世衛喺中國嘅調查工作。